up out my mind for the sunrise, yeah.我下半辈子已经不就靠你了，萧经理，平常都那样子跟别人来往去的吧？为何爱情牺牲了？你在讨好他？怎么这么喜欢看男生？其实别理解这样，每次紧张就咬手指，真的很可爱。你喜欢他后人？我要跟你说的是，我爱你。